门被锁住了。什么？门被锁住了。这门应该是从外面锁上了，莫非是有人想要捉弄我们？ 得了，我们被困在这儿了，且等着吧。四爷，伯父，怎么不见桑琪在府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偷天到任，竟忙到现在没回来。郭子健尚未开学，照理说典籍室应该不忙才是，我去寻他。 公子，门被人上了锁，这不是谷子健配的锁，难道是西昭？阿奇还在里面，赶紧想办法把锁打开。公子，这锁来历可不小，一般的机关锁就可难开了，更何况这种又麻烦又复杂的连环锁。走开，别啰嗦。阿奇。 没这个必要吧？有必要。卓越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比武招亲是我赢了，阿奇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若再越界，我绝不会像在擂台上那样对你手下留情。 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吧，别把自己给憋坏了。既然你不允许我与其他女子独处，那你也应该做到。 担心你，我在意你。知道我做错了。你没错，是我错了。我没能防住卓文远，赢了比武招亲又如何？这才过了一天，他又找上门了。他带着公务来的，我也没办法拦他。 所以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我应该早点把你娶了才是。